好，看完了足球美女朴伟，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位资深上海美女杨恭如。虽然呢有关于她的新闻不多，但其实她一直都在拍戏，一直都过着简单而平静的生活。上海新上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阿拉是杨恭如，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。上海小囡，加拿大长大，香港出道。一转眼，曾经的亚洲小姐杨恭如也已经40岁了。但是对比19年前的照片，我们只能说"岁月催人老"这句话在她身上怎么就失灵了呢？美丽的容颜依旧，甚至逆龄的毫无违和感，当今的美魔女非她莫属。这次再见杨恭如，是因为某意大利女装品牌邀请她为上海开幕来站台。但是美人来的第一件事儿，居然不是关心精美华服，而是冲着这美食去了。走过来这边的时候，恭如看到了后面的背景，说：“哇，好想吃。”对，看到这些甜点会有点把持不住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看这个好漂亮。拿起了一个，你觉得会比较特别的，你觉得哪一个？这个我来看一下。就是糖做的一些花式，对不对？我喜欢吃甜食，甜品我觉得还是适量可以吃一点的吧。吃甜的人比较容易开心。那个美食肯定是外表，你看着美了，你看着有可口了，对，然后你才会有吃它的欲望吧。哎，这个跟你很搭，感觉你可以戴一个项链把它串在上面，就像项链或者耳环一样。对，很漂亮。在甜点面前就顿时变身可爱的小女孩，果然美人也难逃美食关啊。而要说如何既能饱口福又能维持好身材，美魔女杨恭如的建议则是：有的时候少吃吧，油腻的东西少吃，炸的东西少吃，不要吃得十分的饱，比如说到吃到6、7分的时候就可以应该可以停了。嗯，停得住，这时候我们怎么办？就自己一定要意志力去坚持去停啊。嗯，看来如果要美的话，这个自己的意志力很重要。对。所以说，要成为一枚美魔女，强大的意志力是必须的。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带来的新陈代谢缓慢，抗衰老就成了不能忽视的头号大敌。而对杨恭如来说，她能迎刃而解的关键就在于一切都要睡出来。就是要敷多点面膜呗，要熬夜，不要熬夜，是最近比较难做到，对不对？就是看球吗？你的意思是？对啊，刚刚好像有听有一些媒体在问你，你有看吗？我不会看，因为这个要熬夜，熬夜其实很伤皮肤。嗯，所以男人你听懂了，就是老婆或者是女朋友不陪你熬夜，不是因为不关心你，而是因为实在是伤皮肤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一熬夜吧，你可能第二天的状态跟那个皮肤的那个或者会有雀斑出来，这样会黑色素会沉淀嘛。对于女人来说，熬夜的伤害真的很大。为了美得久一点，再久一点，记得一定要做睡美人哦。40岁的杨恭如还能呈现出21岁的少女情怀，原因就在于她依旧纤瘦的身材，即使穿着黑色的裙装也不沉闷，反而更增添了柔美味儿。蛮喜欢穿黑色的，因为我觉得黑色有的时候蛮保险，黑色白色都蛮保险的一种颜色。对，但是一样永远是黑色，怎么样穿出不同来？比如今天你觉得这件衣服的你最爱的是什么？因为它走起来后面会飘飘的感觉。看来公真的很喜欢飘的飘小仙子的感觉。对，而且我从远观来说，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，就是这边有一个线条是白色的，但可能近看是有点小灰色，但是远看呢以为是有点像链式的这样的一个装饰，像一个饰品的链子，是吧？对，而且感觉上可以拉长脸型，包括拉长就显得瘦。是啊，哪个女人不想瘦呢？所以如果自身体型达不到，那么不妨通过服饰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吧。我一般选衣服，我就一眼会挑中觉得适合自己的东西，我就一看就知道这个适合我。就像有的衣服你怎么看就觉得啊，好像不是我能穿的，就这样。对，会有一种感应。这件衣服为什么我说好？因为它比较显，因为上面有这块东西。对。然后它就会觉得下面很收身。对。然后你穿出来就会显得很瘦。你还要追求瘦啊？是呀。就因为它有袖子，也可以挡一下手臂嘛。对。像有的女孩手臂会比较粗啊，会肥，那这样
就可以挡住了嘛。对对 对啊，就非常，我觉得这个设计很好啊。嗯哼，就看着非常的，而且这样它有个线条，这样腰显得更瘦啊，因为它是黑色嘛。嗯，这样会更瘦腰。对对对，而且夏天因为是一个展露身材的一个时候，而且拍照片出来肯定会觉得你又瘦又高，这样直接拿走去北京拍照。而杨恭如最值得期待的七月行程就是即将前往美丽的斐济，边旅游边拍摄边写游记，工作度假两不误。那么对于这个第一次，他准备好了吗？这个如果去海边或者是有风的地方又要开始飘了，又要开始飘了。 对， 对， 对，就这样。哇，好美好美。当然要骨感的才穿得好，这件还是要稍微瘦一点，因为它是个抹胸。 对， 对，这样子长身的，然后或者你在沙滩穿个人字拖啊什么就 OK。 你想如果沙滩是黄的，海是蓝的，天空是蓝的，然后再加这个颜色就会很美呀。对呀，我就来不及看到你穿像这样的衣服显现在这个照片上的样子。啊，感觉这个衣服上就写着斐济我来了。是的。一个女人的快乐不会因为年龄以及身体的变化而改变，而是由内而外散发的心之所至。心态幸福，健康完美，而40岁真的又算什么呢？